啊，来了来了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阴思路啊！这一次那个 Trevor 呢外出任务啊，很久没有回来了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透过这个 Rick 跟他的小队呢，在这个警察局呢重新的部署一些部队呢。那我们这个地上这个监测部分呢是有含电力的，那丧尸走过去呢，可能就会受到一些伤害啊。实际来测试一下丧尸走在上面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。奇怪了，不会吧？出 bug？我刚测试的时候还可以啊。好啊，没关系，那我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我这个警察局的配置啊。那我现在这两个伙伴呢，在附近巡逻，真的没有丧尸啊？好像真的有出现 bug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期没有丧尸也没有关系啊，好不对？我们这一次的防御做得很完善，我把这边打开做一个门，这样子比较有出入。那里面呢都是特种部队，大包花了一些时间堆积啊，可以抵挡不少丧尸还有敌人的进攻。那这边有重型武器，还有耶稣在这里协助我们怎么样部署这边的军队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哦，柜台这位美丽的小姐呢叫做阿玲，她专门处理行政的工作。后面那位呢是他先生。OK，我们把帐篷放在这个警察局里面。奇怪，那个帐篷上面怎么那么多的苍蝇在飞啊？哎呀，到底是谁啊？晚点来处理一下好了。再来这位呢是我们的阿荣啊，他负责军械库的武器管理，很多武器呢他都懂哦。接着呢，这是警察局的局长阿志，负责呢出一张嘴。别告诉他我跟你说的哦，嘘，有点干，我先带大家出去晃晃。再来这里呢是简报室，副局长呢正在看尼根的资料，这里呢有他的犯罪记录跟证据，看地上这一堆满满的都是他的证据。然后下面呢是我们关犯人的地方啊。OK，那这个下不去啊，好，没关系。这模组的 bug 很多。好的，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外面的布置啊。来吧，耶稣，随我出去走走。然后马雄，用你也跟着我。这个箱子呢也是改装过的，你看它旁边有尖尖的哦，那个丧尸碰到会被弹开啊，这还蛮厉害的一个道具啊。这后门呢加装了防护电网，还有特种部队留守，我们到处都是人哦。OK，这台大卡车呢要改装成防御用的装甲车啊，然后这个沙包呢也准备了一段时间呢。前面那几箱是用来改装的。在这边呢，之前是用来关犯人的地方啊，现在则是储存汽油跟防护区。你看，上面还有警卫呢。你看他的装备多么的先进啊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OK，我们等下开这台震爆车去收集一下物资啊，好。好吧，美秀上来吧。然后这个耶稣好像卡住了，来，我过来过来，你坐后面好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啊，我开个警铃好了。地图上面还有敌人要靠近我们呢。
我们现在到这个超商，主要在附近，这附近没有上市。东西应有尽有啊，对。可是我们现在比较缺的是水跟食物，那我先拿一下东西好了，是雪碧嘛，对不对？洋芋片，这是番茄酱、罐头之类的东西，这里没有了。这边是啤酒区啊，对，东西都拿到了，那我们就先上车吧。我们前方好像有空投物资的样子，那我们先去看一下，可不可以搜刮什么武器。我们现在有充足的人手，那我们现在缺乏的是武器。艾亚迪人生啊，哇，这个王子看得我眼花啊！我这还蛮真实的，真实的霹雳车。哦，看到前面红色的烟啊，空投物资的地方啊，哦，已经进入它的范围了，是不是？等等等等，对方好像有发现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赶快找地方掩护一下。多好多好多好，不，哎呦呦，好，太好了，应该没有人了吧？确认一下。先把它处理一下，避免它变成丧尸。这个人也处理一下，这边捡他的武器。等一下，我快渴死了，我先把他干掉，确保一下他们不会变成丧尸。好，获得四样物件啊。这个人也是，最后一个人。哦，马上获得钱，这次的任务算是圆满达成了。那Mashon，跟着我，跟你换枪好不好？拿这把重型武器，拿耶稣，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上车，我们先回去基地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跟这个我的小伙伴呢。要去山上打猎，那我们这次是要去收集一些，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吃到鹿肉了，那我们觉得是在这个森林呢会有鹿出现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靠近是伐木场附近的郊区啊，我相信这附近应该有鹿可以打吧，山间小路这边看一下有没有。路上非常的滑，这天气还算行。等一下，然后前方有一只，这算打到吗？好像是，我再补他一枪好了。应该是可以啊，我上前看一下好了。
呦，不错哦，非常的肥美哦。还有一只在旁边休息的样子。哦，一次获得两头啊，太好太好。我们先把它放在车上好了，这样比较好载回去啊。Miki 在山顶站还在等我们回去啊。那格伦就先将就一下吧，坐在后座。OK。呀，那个鹿的头有点怪怪，有点诡异啊！我看第一人称好了，第一人称开车的样子。那条路掉下来了啊！处理一下哦，好，慢慢的开，慢慢开，下坡小心点。哦，他们看起来像睡着了。OK， 我们回到了这个山顶寨，那已经接近傍晚，那我们现在呢？换 Dale 坐在后座，然后那个鹿的位置我稍微瞧一下，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怪啊。那只脚跑出来了。我们前几集的山顶寨 ，OK， 我们先下车，然后。我们进去找 Maggie， 还有另外一个是 Abraham。对，然后他们这边的负责人是这一位戴眼镜的帅哥。OK，Abraham 在这边等我们很久了。对，好兄，好久不见。等一下呢会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地霸王回去警察局。对，然后这个 Maggie 呢在这边。看这只扭扭，这只扭扭好像有点受伤啊，站不起来，所以他在这边照顾他。好啦 ，Miki， 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啦，我们等一下吃个东西就回去哦，然后去准备一下。我爬不过去啊。哎，那个 Dale， 你去旁边休息一下，我跟这位老兄聊一下天。哎 ，Kevin， 那个需要跟你借一下地霸王，那我会分给你一头鹿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回去这个警察局了，那现在已经是晚上，然后起雾了。OK， 还好没有什么丧尸出没。现在第一人称。也不敢开太快了，大概四五十吧，十。慢慢减速，要打弯了，要转弯，转弯，转弯。等等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一堆人在这边？还有坦克车啊！糟糕啊！尼根出现了，啊，要求我们下车啊！好吧，我们就先乖乖的下车吧。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不能开枪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那我们这边的，跟他谈判一下。好，你们杀了我很多的伙伴，然后又攻击我们的据点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决定要来惩罚一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不说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现在人非常的多啊。随时都可以把你们干掉，同时招来吧。我们的崔佛干了不少坏事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所以我们这次呢，独自面对尼根呢。不要说，到底是谁？不愿意承认是不是？我数到三，再不说。就把你们其中一个人干掉。
好，看来没有人要承认了。啊，这个金发这位先生看起来非常的强壮啊。先拿你开刀好了。不说是不是？嘴巴很硬啊。好，还是不讲是不是？啊，还是不讲。我知道你是他的心腹，我先把你干掉好了。我站起来。好啊。你们的队友呢？我把他抓走，变成是我的俘虏了。你们几个人可以走了，就当作是我给你们的教训了。